转正。恭喜法国队啊，葡萄牙第二次打进了准决赛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可以缔造他们队史最好的一次纪录。好，这就是最后的结果，法国以1-0打败了葡萄牙。我们看镜头上两位啊，足坛的巨星啊，席丹跟 Figo 两个人交换球衣，这恐怕也是历史镜头了。因为 Figo 啊，也等于说，打完这届世界杯，他也是要告别这个国际足坛了。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再回来做这场比赛最后的结语。